谢谢谢谢。国中小校长亲自致赠感谢状给捐赠人，这位热心的民众张先生因为有感于暑假期间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，担心学童会饿肚子，因此号召朋友共同捐赠了160份超商储值卡，并透过市议员郑文婷的协助帮助五所学校的弱势学生。有一位民众来我们服务处陈情，他担心我们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在暑假因为没有营养午餐，怕他们会饿肚子，所以他希望能够给一个孩子一个这个500元的这个超商的储值卡，让他们可以去买东西来吃。那他原本只预计大概只有80份左右嘛，那我们就帮他联络学校，那学校也都非常感谢这个张先生的一个义举，但是因为我们后来统计的数字就增加超过了80份，那我就打电话跟这个张先生联络，我说哎，可是有超过这个80份，那不晓得这样子怎么处理会比较好。他就是说因为他很多朋友知道他这么做之后，那也都纷纷来响应，所以到最后能够发出去的总共是160份，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，这张先生这样的一个举动，呼朋引伴，也引起许多民众的一个关心。那学校方面也都非常感谢张先生这样的一个义举，然后也知道说那个郑议员他这边每个月每星期五都在做爱心活动，所以今年才找郑议员来帮忙，因为这些学校里面的这些协同资料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。那也唯有透过这一眼的爱心的帮忙，哦，整个仁爱区的这些国中小，哦，啊，提供给我，然后跟许多的好朋友跟长辈，然后大家集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了，嘿，是大家集资爱心这样。那这一次，因为郑文婷郑律师，我觉得听过他几次的证件以后，我觉得他的为人处事。我都是路过，然后在那边听他说一些他的政策，那我觉得蛮看好他的，所以当张先生胜局的时候，我就恭呛胜局。那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来关怀，我觉得基隆真的是关怀我们学生，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校友呢，非常充满爱心，然后呢。事业有成，来回馈给母校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，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些温暖跟温馨，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善举，也值得鼓励跟发扬。我想学生心里会得到一些温暖以及帮助，我相信在他们心里有一个善的种子，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回馈社会。议员郑文婷和学校校长相当感谢热心民众爱心捐赠，抛砖引玉，来关怀帮助弱势学生，也鼓励受帮助的孩子们将来长大有能力的时候能够回馈社会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